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 Ray， 我是一个 DJ， 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。Hi， 我是 Disparity， 是个 DJ 电音创作人。我觉得大众对于电音的既定印象，通常都会想到音乐节，然后会想到夜店。过去只会认为是些那些深色场所、不良派对会听到的音乐型。电音在近代已经有非常多种的可能，那现在你可以在流行音乐里面听到各种五花八门的电子音色，在不同乐风里面穿梭。